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午安。Om Mani Padme Hum。上师午安。好，大家好。我们这一堂父母祖尊是救灾难度母，救灾难度母，请大家今天有心有缘来参加这一堂父母，请放下你的心，因为灾难真的就来了。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很平安很健康。刚刚我在里面上香的时候，佛菩萨就这样告诉我，水，很大的水过来了，火不断的一直串烧，风一直卷一直卷一直卷，强烈的风一直卷，细菌传染病不断的蔓延开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遇到再一次的这样子的一种瘟疫、禽流感这样子的一个灾难、传染病。那时候 SARS 来，大家都好怕，防不胜防，每个人出门都戴着口罩，也不敢到处走。那时候加拿大 Toronto 发生，我们早就跟人家约好要去拜忏，可是 Toronto 正好被列为是危险的禁区，主办单位当然希望在那个时刻我们能够前往，但是那时候随行的法师很担心我们去会被传染上，一直叫我延期。我说我们是去弘法利身的，是去帮助众生解围解厄的，这个时候他们有灾难理当该去，被传染上也是因果，所以我坚持去。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机场没有人的，就我们三四个人在整个大机场。以前在 Toronto 机场非常忙碌，每一关都要等很久的，可是那一次没有人，从下飞机一直走出来拿行李都没看到人。我们在拜忏的时候马路大街都没有人，就纯为这个 SARS 在拜。拜到第五天全部解禁，开始又看到整个餐厅啊、街上的人口啊都好忙碌，开始又恢复一般的生活了。我们的莲泉法师大概是负责拍掌的啊，只要听到什么就赶快拍掌，大家就一定follow。不必啦，不一定要拍掌啦，只是说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在这个还没有发展开来传到台湾的时候，还没有发展开来，而我在修法，我感应到这个 SARS 就在我们协会的附近的一个医院叫和平医院。我整夜没有睡，因为我看到台湾头到台湾尾都躺满了，地上躺满了人，表示这一次会死伤很大，所以我整夜没有睡，拼命的持咒，拼命的持咒，拼命的持咒，拼命的清净结界。我第二天清晨的飞机要飞到美国来，想不到我整夜没睡的持咒，希望能够分担一点那时候台湾的业障。结果早上在整理行李的时候，他们同门看到我吓一跳，上师你的脸怎么一回事？我说怎么一回事？好，你赶快看镜子。
我的脸就变成这么大，肿一倍。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眼睛好像张大不开，因为只剩一条线，全部肿的。然后喉咙突然之间好像缩住了，沙哑，开始咳嗽。我没有咳嗽感冒，我没有得到任何的感冒的现象，但是就变成那样。然后到机场去，检查单位听到我在咳嗽，又看到这样，不让我上飞机。我说你们不是说这种病症要发高烧才更确定吗？我现在只有喉咙不好，喉部有一点干燥敏感在咳，我不是这个 SARS 症，你们可以检查，我一定要上飞机，我很重要的约会，我一定要回去美国。所以呢，东检查西检查，什么现象都有，就是没有发高烧，所以只有让我上飞机。我整个十几个钟头在飞机上痛不欲生啊。什么叫痛不欲生？我深深的可以知道 SARS 得到的人是什么情况。我回来有曾经讲过，那一种肺部纤维化的这一种感受，我咳啊，里面要咳出来，我咳不出来，好像有千万斤的石头压力压着，所以我只能闷咳，可是里面又很痛。他们给我的感觉，我的感觉就好像你们知道中国点炮有没有很长啊，那个火星一点不是哔哔啪啪哔哔啪啪吗？有没有逢年过节就是有中国人啊，台湾哪里就会有那很长的炮。我那时候的形容是，我的感觉是很长的炮，差不多有一两楼高的炮，然后把它塞起来卷起来放在一个笼子里，全部密布透风，没有空隙，然后呢再把那个火炮竹的火星点起来。你说那种现象是什么？闷炸，闷在这里面闷炸。我那时候感觉我的咳是这样， SARS 的人得到是这样，非常非常痛苦，要咳咳不出来，最痛苦的，全部都在肺部，在那边闷啊，闷这样子要爆炸，爆不出来，然后肿着包着，然后一直在吃粥，一直在吃粥。因为我走的时候电视已经出来，整个和平医院封锁了，很多人感染了，怎么样怎么样，我还是一路一直吃粥回到美国，希望能够这个病赶快截止，不要再蔓延开来。我听过报道，有一种病叫黑死病，在1910几年，在哪里？西班牙还是在哪里？发生出来死了多少人？大家有印象吗？哇，你们都没有这方面的讯息吗？啊？是1600万人还是1亿6000万人？那时候死的真的是让整个地球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恐惧。那时候将近100年前呢，没有任何的预防针，那个传染病一来，死这么多人呢。所以大家一听到这个传染病、瘟疫病，什么这些，哇！会很恐惧的。大概我们这里面我看一看有什么人在那时候死过，没有遇到就没有紧张，有遇到过那个意识会恐惧到现在的，逃也逃不掉，不晓得要怎么办才好，就要来了。这三年，这一年我说过了，最难过了。我已经混过2年了。去年你们也看到我的痛苦了。我就求这一年平安到底。一下现在是12月31号，多好。农历，好，12月的最后一天多好。
有人告诉我，昨天前天我们的中部好几州有那个龙卷风，几乎有一个州整个镇全部夷平，地图都找不到。1930几年到现在最严重的一次，十几个州哦，这两天死亡很大，伤害很大，就在我们美国。我们看吧，老天啊，救灾难度母，好，救灾难度母，可以帮助地水火风的，可以消除一切疾病的，因这样子的天灾产生的疾病、传染病，这个很重要。如果大家想要今年能够避开地灾、水灾、风灾、火灾，避开啊种种的这些细菌传染病，那么杜母是这样讲，每天就念救灾难杜母1080遍，救灾难杜母一整天行住坐卧，你要分几个时段都可以，还有赶快念高王经1000遍，如果可能尽快念。在去年，我在今年年初，他们就叫我4个小时念完1000遍，我做到了。大概没办法去算好1000遍怎么4个小时，我不出声啊，出声就慢啊，我拿一支笔啊，我拿一支笔啊，高王经已经会背了。我拿一支笔啊，我一行一行，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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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念完了。很快啊，因为你都已经看前面一个字，都已经知道这一行是什么，你背得滚瓜烂熟了。4个小时，当然1000遍就念完了。先念先赢。你们如果没有办法，4个小时念完1000遍。那么请赶快在3天内念完，3天内没有办法念完，那么在1个礼拜念完，1个礼拜没有办法念完，尽量赶快念完。高王观世音真经，救灾难度母，我们紫莲堂的同门很幸运，知道救灾难度母的心咒，知道修他的法消灾难，不是很多很多人知道的，连真佛宗的弟子都没疑鬼，都不知道这个法，不知道这个咒，但紫莲堂知道，因为当年师尊把他唯一的一本21度母的法本传给了我，所以我们就有这么多的度母的法，不断的这20几年来在做。看你们了，看大家了，看我们真诚的心了。如果你真的很诚心的投入你的心，也许能够化解今年大家这样做60%。每天念救灾难度母的咒，念30天。念30天，高王经念1000遍，功课很少。能够化解今年的灾业的话，功课这样算，菩萨慈悲很少。大的重量就在那度母去扛，小的留一个小 piece 给我们去承担一下。如果依照今年的灾难的话，好，要我在我的身体呈现那么大的痛苦，那不是简单的，替代是一时，但是没有替代这么久。所以各位，来吧，救灾难度母。
我们先把这一波度过，2014年再来防我们加州的地震吧。大家准备好，该准备什么，该交代什么，就在这几年把它好好的准备好。万一2014年没有办法能够避免开这个灾难，地震的灾，那么你的事情处理好了，你也安然解脱了，就解脱自在吧。我们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希望我们职能雷藏室赶快那时候盖好，一发生什么地方全部打开，救难所全部都可以进来，吃住都在那里。希望不要遇到，但是我们很难去说，地底的，我们的板块的，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得掉。到达西雅图，这落基山脉，到达加拿大温哥华，这一系列过去的，我们2014年赶快啊！菩萨，你为什么要让我们做7年的救地灾呢？好慢啊！21堂我可以马上做完，可是偏偏就要4个月来一次，现在已经4年多了，还有3年，今年2012年，真的是做到2014年。不要像当年的印尼大海啸，第18坛圆满坛就在我们法会的前一天爆发开来。让我们为这些死掉几十万上百万的众灵来做超度。不要吧，这一次不要吧，那一次太刺激了。好，该怎么样老天安排吧。我们尽心，一切随缘，给一片覆膜片，是救灾难的哦，不要拿错了，不要拿到药师金母的，师姐除障的，空白除障的，现在是给大家空白的除障的，除障除障，空白除障，空白除障，光明吉祥，请拿回来，就除障息灾的。Jacky 师姐那边有除障的。我们大家一起来除障消灾，准备好你的笔。很诚心的合掌，观想头顶虚空有救灾难度母显现，全身放光明加持铸造。笔拿起来，祈求救灾难度母放光加持我们的手，我们的笔。然后写上救灾难度母，每个字都是放光的，放大白光的。救灾难度母，然后日跟月画下去左右，然后勒令赤令下面这空格写上自己的名字，反过来，OK， 祈愿2点。今年自身身体的身，自己的身体，今年自身及众生灾病共业消除化解。今年你可以特别在旁边写2012年，就是今年2012年。祈愿今年2012年自身及众生灾病灾难疾病灾病共业，大家共同要显出的
业报、业障消除化解，然后自己默念，好，你前面安奉救灾难度母司令你的名字，除障消灾律令纲，那回背后祈愿今年自身及众生灾病共业消除化解，默念至少21遍，给大家时间继续观想救灾难度母放光加持助照。好，默念完祈愿，就把护摩片往前递，这一坛覆膜很重要，请大家把自己的家人亲眷把它好好想到身边来，即使覆膜片往前递了，祈愿还是可以在心里加强的。祈愿今年自身及众生灾病共业迅速消除化解，把自己的家人亲眷亲友通通想过来，把你生长出入工作学校的地方的众生也一起映入脑海，再扩大心量，把你曾经去过地方有缘的地方国家把他们想到身边来，统统想清楚以后观想他们同样得到今日护摩主尊救灾难度母的息灾光明加持助照，消一份灾，除一份恶，去一份难，解一份病，让今年自身众生的一切灾病共业都能够消除退散，化解无碍，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因为我们今年的灾难是共业，我们希望能够大化小，小化无，不要像这一两天中西部的这个龙卷风飓风一下子就把所有的房子全部都吹倒，汽车都吹破都吹走，把房屋顶全部都卷走，全部所有的家里的东西全部都消灭掉，千万不要这样。好，希望我们能够平安吧。那目前他们还在记录有多少人这一次伤亡，他们在短短的几个小时来19次啊，你怎么躲啊，19次的龙卷风啊，一天呢，你往哪里跑啊，给大家了解当天灾来的时候叫天哭地都没用啊，那个时候你要带什么走，当灾难来的时候你有什么东西要带着走，来得及走，想想看，先准备好吧，我们要开始了。救灾难度母我们都很可爱的，请看看我们让他看中我们，我们就平安了，请展开你们漂亮的表现，诚心的心力
让鸠占难度母，这一尊度母是最个性的，最有个性的。每一尊度母，我最怕这一尊度母。有一次请他来，因为大家不会念咒，马上转头就走，不主持了。就一走，他一走，我就看到哇，地在裂，火在烧，一波一波的人全部躺下来。哇，好可怕！那一次好可怕。哇，我都哭出来了，不要走啊！啊，结果没有多久，921、911一系列的灾难都出来，口蹄症什么症？哇，杀死多少猪、多少牛、多少鸡、多少鸟，都是成千上百、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呢。不知道杀这些，我们更惨啊！这些怨气怨灵啊，就等时候一起来讨报啊！你做多少功德啊？你有福利可以躲得掉啊！人们都为了自身少少的危害，就把这些全部杀掉。拜托啊，拜托啊，来吧，诚心的合掌吧。鸠占难度母，他显现出来，鸠占难度母，南瞻部洲的娑婆世界，有真佛宗的道场，于美国加州636号 San Bruno City San Mateo Avenue。今日良辰吉时，特地主办一坛救灾难度母、消灾除障护魔法会，诚心祈请。度母下降受供，普施甘露，大力佛光助照，灵光加倍，神光庇佑，让众等今年自身及一切众生皆能够灾难、疾病、业报都能够消减到最低，化解无碍，祈求救灾难度母，不舍宏愿，扶持帮助、照顾有心求消灾除障者，有心发心扶持根本上师真佛密法者。祈请众等皆能够会命乘船平安修持，让我等在没有佛法的西方国家乘船真佛法脉，让众等一皈依的传承加持力发扬光大，祈求灾难来时，有心有缘诚心修持发心扶持者，遇到之灾难皆能大化小，小化无，祈求救灾难度慈悲，许愿能够达成，加持众等许愿能够达成。祈求所求皆能如愿达成。Om Mani Padme Hum。好，我们开始进行救灾难度母。好，我们现在请同门代表向祖蓝上师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之敬。
常感谢根本传承上师莲生婆婆，感谢救灾难度母，感谢坛城诸佛菩萨护法尊尊，感谢诸位法师同门的护持，让今日救灾难度母护魔法会吉祥圆满。我们恭请上师为我们做宝贵的法语开始。我们速度快一点哈，不必拿，速度快一点哈。半个钟头里面第二坛瑶池金母为主尊，下一坛4:30，4:38啊，大家就安坐在这里了啊。如果一切都报名都已经好了，就请上坦诚念心咒啊。好，我们准备，我们礼佛。